Hello， 大家平安吉祥，我是阿汤哥，汤中伟老师。好，有在线上的朋友呢，赶快先边听边分享哦。好，今天呢，阿汤哥呢也要来做这个面向的主题教学哦。好，那想要跟财神结缘的朋友，想要招财的朋友，赶快先边听边分享。好，那我们等同学们陆陆续上线了，我先来喝一口水。因为等一下要直播哈，我先喝一下水喽。好，因为呢，我今天刚录影回来哈，从电视台录影回来，然后呢，想说趁现在呢时间比较早的时间哦，有个空档呢，赶快呢来跟大家呢做直播。好，那其实呢，我相信哦，每一个人对于想要自己求财啊、招财啊，都很有自己的可能一套的配方，或者是呢，听了很多的教学，然后有些人做的很有感觉哈、哦，有些人还在努力当中哈、哦。但不管怎么样呢，今天阿汤哥呢会先从透由面相的角度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基本的面相的一个部分，然后呢，什么样的面相当中呢，跟财神比较有缘哈、哦？为什么有些人长这个样子？他就特别跟财神有缘，为什么有些人他就是没有办法？到底是长相哪里出了问题哦？好，我觉得呢，长得漂不漂亮，长得帅不帅，哈、哦，都跟你有钱没钱，或者是跟你财神有没有缘分呢，是两码子事哦。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要观念要改一下哦。那当然，如果说你今天是白富美哦，高富帅，那可以说你这一辈子的福报呢，可以真的是满满满，好不好、哦？我相信不是每一个人都高富帅了哈、哦，也不是白富美哈、哦。但是呢，我们可以，难道我们不是高富帅，不是白富美，我们就没有办法变有钱吗？哦，当然不是这样说。所以阿汤哥呢，今天会从面相呢基本的一个概念呢，让大家知道。哦，什么样的部位它是非常重要的哈、哦。有时候，当我们常讲哈、哦，面相来看的话呢，是相不单论哈、哦。什么叫相不单论呢？哦，你不能说哎呀，我看到这个人鼻子很大哈、哦，肯定很有钱，对不对？但我也看过很多鼻子大的，他过得很辛苦。好、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好，待会阿汤哥告诉你哦，因为相不单论。好、哦，那我们把这个基本的原则呢搞定好之后呢？是的，你对基本的面相你会有一点了解，那甚至于呢，你在打理自己的面相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变成有一个招财的脸，好不好？所以呢，大家想要跟财神相近吗？哦、大家想要真正长得一副很招财的样子吗？哦，让你呢在财运上呢无往不利，让你在做事业方面呢会得到呢很多贵人的相助哈、哦。好，今天的这个直播呢，可以说是你可以参考看看啦哈、哦。我也不能说很重要哈、哦，因为人生最重要的呢，当然不一定是在钱财方面哈、哦。但是钱财呢，其实我们知道哈、哦。没有钱当然就是真的很辛苦哈、哦。那有钱呢？如果你没有健康，那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哈、哦。所以我觉得人啊，什么都很重要，但是呢，我们都不要太执着，看得太重哈、哦。因为毕竟人生无常。那我的想法了哈、哦，就是我们呢，至少学了一个把面相打理好的一个方法，哦、因为长相。除非你今天透过医美啊或整形的方式去改变它哦，但我觉得如果你的先天的长相哦，那我们要如何去把稍微缺点的来改变，然后把好的优点来放大哦。今天呢，我们要听的是这样的观念哈、哦，然后打造一个招财的脸哦，让你招财又健康。好，来我们等同学们陆陆续续上线哦。因为我刚刚回到家呢，才吃饱哈、哦，所以呢，现在就整个、很饱很饱。好、哦，其实原本想说呢，要休息一下再跟大家直播哈、哦，但是呢，我发现如果再休息呢，我可能就要睡着了，好不好？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一个经验，就是吃完饭之后都觉得很想睡觉？哈、哦，没错，我就是呢，吃完饭之后呢，现在就感觉要快要睡着之前呢，赶快直播哈、哦。所以你待会如果听到我有点。语无伦次的现象呢，好，请你多多包涵哦，因为真的刚吃饱呢，这种就
就是很想要，就是整个人放松的状态。好，来，我们赶快边听边分享，我们等同学们陆陆续续上线哦。今天呢，要讲解的就是面相的部分。好，那其实呢，如果从面相呢要来看这个财富来讲的话，你跟财神有没有缘分啊？你有没有一个自带招财的脸呢？我们要怎么看哦？首先呢，我们要有三大部分，三大部分哦，你一定要记清楚哦。那三大部分就是说，我会分三个部分来跟你做解析哈。为什么有一些人呢，他长相长得还好，但是呢财运却很好。好，那有些人长得你觉得很帅很漂亮，但是他感觉就是哦很有才华，但是呢就是没有口袋没有财哦。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哦？我觉得刚我讲过哈，有钱没钱呢跟你的长相没有任何的关系。哦，那我刚刚讲，如果你是高富帅，你是白富美，那我也只能说那是你先天的福报很好，哦，所以跟漂亮与否是无关的。OK， 那撇开呢帅跟美这件事情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从三大部分来去讨论哈，哦，你是不是一个招财的脸？哈，哦，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面相的格局。好，那什么叫面相的格局呢？其实面相呢有分12个宫位、哦，就好像说你看这个紫微斗数啊，或者看命盘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哎，其实我们的这个命盘当中也会有12个宫位，对不对？那我们的面相呢也当然会有12个宫位哦。那有一些人呢，他的有钱，他的招财，他先天的福报，哦，可能是来自于是他的父母宫哦，或是来自于交友宫，或是来自于他自身的命宫赚钱能力很强，还有他先天带来的财帛宫的福德是不是很厉害哦？好，哦，所以呢，其实从面相当然可以看出来说，哎，你这一辈子当中，或是你的运气当中，你的钱财是从哪一个方面得到的会比较顺利，或是有缘哈，哦？好，所以呢。第一个我们要先从面相的格局，那面相呢当然有分12个宫位啊，那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从上面讲到下面呢，我们快速的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面相的宫位啊。好，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天庭啊，天庭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额头的这部分，好，从发际线一直到这个眉毛，好，这个地方，好，眉毛上缘这个地方哦，这就是天庭，有没有天庭？所以很多人会说啊，你天庭饱满啊，哦，那就是你的额头很饱满，对不对？好，天庭呢就是其中的一个宫位。好，我们先把它快速讲完哈，哦。那再来呢就是印堂，这个天庭呢连接的这个地方，好，哦，两眉头之间叫做印堂啊，哦。那印堂呢就是我们的命宫了。好，哦，那我们也可以说呢，这个天庭呢它包含了什么？就是我们的父母宫在这里面，哦，父母宫在这里面。但是其实我们就直接讲，哦，就我们就讲天庭，哦，有时候我们人呢天生的福报来自于就是你可能过去所累积的这样的福德，天生的福分，所以我们可以从天庭，哦，来去一探究竟，啊，好不好？但是呢面相毕竟有12个宫位，我们今天当然会挑重点的来讲，那细部的呢我们当然今天没有办法完全的讨论完，但大家呢如果可以了解这个基本的他，哦，所探究的方向，那我觉得你就可以抓到一些重点，好不好？哦，所以我们今天我待会会把重点整理起来，就是关于你是不是招财的脸，哦，你跟财神有没有缘分，我们会把它抓出来这个重点跟大家说明。好，但是我们先介绍呢，快速的介绍面向的12宫位。第一个呢这个额头的地方呢我们就叫做天庭，哦，天庭的部分。那天庭的连接的这个地方呢叫做命宫，哦，命宫呢也就是我们的印堂的部分，哦，所以你的印堂有没有发黑呢？哦，有发黑就不好了，对，哦，那你的印堂呢长得漂不漂亮，哦，跟你的命宫有关系哦。命宫呢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这个生命的一个现象或当下的运气的所在呢，命宫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好，待会会再跟大家讲哦。那命宫呢这个左右护法有没有？左右护法哦，这个是天庭嘛，代表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天生的福德福报天庭，然后印堂呢就是我们的命宫，代表我们自己本命，然后我们自己呢也会有左右护法，有没有？哦，就是我们的眉骨，哦，眉骨的地方，
美股有没有？每一个人一定会有美股哈，只是有一些人美股呢比较突出，像我自己的美股呢是比较突出一点的。哦，那有些人美股是比较平的。哦，总而言之就是美股的地方。哦，那美股呢上面一定有眉毛嘛？哈，总不可能眉毛长这边吧？哦，一定是跟美股哦长到美股上面，所以我们就可以说呢，这一个命宫印堂的部分旁边的左右护法呢，哈，就是这个眉骨，就是眉毛的部分，哈，好，这就是我们的交友宫，也就是我们的兄弟宫，哈，为什么呢？你看，我们这是命宫嘛，那命宫呢，跟你平起的就是你的兄弟姐妹、你的朋友，对不对？好，我们可以从面相呢来数计，哦，数计这个计法，哈，好，所以呢，你把它当作这是你自己。然后跟你平辈的，哦，一条线的轴线上的，就是你的兄弟姐妹，你的交朋友的状态，就是你的眉毛，哦，那再来呢，哎，就是眉毛下面这个地方，眼睛嘛，哦，眼睛，哦，我们在观相六法里面呢，问贵在眼，哦，就是你有没有贵气，你这个人有没有智慧，哦，你看的事情呢是不是独具慧眼，哦，或是你的眼光是不是独到的，眼睛代表贵气，哦，所以你看哦，我们交朋友你就记嘛，交朋友是不是要你要懂得去睁大眼睛看，所以你看朋友就在你的眼睛的上面，有没有？所以有时候呢你可能就会啊交错朋友啊，误入歧途啊，然后呢你就开始，哦，有一些牢狱之灾影响你的本命宫，哦，影响你的这个生活的状态，甚至于破财连连。所以呢，眼睛呢，它代表是我们一个灵魂的所在。哦，命宫嘛，这是命宫，代表我们自己的运势，代表本命。眼睛，哦，眼睛就真的很重要，哦，因为它代表智慧的象征。哦，所以问贵在眼，你这个人有没有贵气？看你的眼神很重要。好，然后呢，眼睛连接后面这边有没有？这叫做夫妻宫，我们可以讲到夫妻宫就是你的太阳穴的地方，哦，就是这个地方叫夫妻宫，哦，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基本的知识了，哦，但是呢我们还是呢快速的复习一下，哦，夫妻宫在这边。好，那大家呢但最爱的就是什么？财帛宫嘛，对不对？哦，财帛宫就是你看命宫的下面这个地方叫财帛，哦，所以财帛宫呢在这个位置，哦，那整个鼻子都叫财帛宫，那尤其你的这个鼻头的地方，好，哦，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鼻头是你赚钱的能力，鼻翼是你存钱的能力，哦，所以如果你自己呢，哎，可以探究一下你的赚钱是不是很厉害，存钱是不是很厉害，哦，如果我们单开拆开来看的话，我们可以这样看，哦，但是呢我们刚刚讲相不单论，哦，我待会会告诉你为什么。OK， 好，那另外呢，这耳朵呢，耳朵是，你看，你有没有觉得耳朵在我们的五官来讲，耳朵长到这个外侧，有没有？好，耳朵其实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除了是你先天的福分，好，先天的福分看这个，好，天庭嘛。那耳朵呢，哎，我们就可以看说你过去是有没有直福。好，耳朵代表一个福气的象征，哈，我们讲观相六法当中，问福在耳。哦，问贵在眼，问名在眉，哦，因为你的眉毛刚讲也是兄弟朋友宫，你的兄弟朋友宫你交到好的贵人，你交到好的朋友他也会让你成名，交到坏朋友也会让你成名，哦，恶名昭彰，哦，那交到好的朋友，哦，然后你自己呢有贵人的相助，你也可以名声远播，哦，所以眉毛它也就是问名在眉，你可以这样记，哦，然后这是夫妻宫嘛，太阳穴的地方，哦，然后这个地方呢耳朵就是问福在耳，那这个福分呢都是你先天修来的，过去世所修的，哦，过去世所修会影响我们的今世的，哦，现世的一个福报，这叫做累积你的福德，福德的累积，你过去世的福德累积，这是你现世现今的，哦，福报够不够具足，哦，看我们的天庭的部分。好，那这个另外呢当然还有什么法令纹的部分啦，哦，还有脸颊的部分啦，还有我们的嘴唇嘴巴的部分，哦，还有下巴的部分。好，那嘴巴呢我们一般来讲呢它代表就是你一个能不能有福禄，能不能够得到掌握，还有你的欲望的展现，可以看嘴巴。那下巴呢代表这边有一个奴仆宫，哦，所以它代表说你的晚运好不好，
所以呢，很多人的面相呢，可能上面很好。那所谓上面怎么看哦？就是我们一般面相有三庭，哈，三庭就是说从额头这个发际线到眉毛这个天庭的部分叫上庭，从眉毛到鼻头这个地方叫中庭，中庭到这个下巴的部分呢，就是鼻头到下巴的部分叫下庭，这叫面相的三庭，有没有？一、二、三。好、哦，这叫三庭。好、哦，那面相的三庭呢、哦？我们一般在麻衣相法当中呢，面相三庭如果比较均衡，代表你这一生当中呢比较好、哦。你在三个阶段，上庭代表你青年的时候，中庭代表你中年的时候，下庭代表你晚年的时候。好、哦，所以三庭呢，比较均衡，代表你这一生当中呢比较都可以逢凶化吉哦。你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呢，关关难过。关关过哈，这是面相的一个基本的看法。好，当然面相呢，但这我刚刚讲面相的格局嘛，面相的格局就是你先天与生俱来的。但是，但因为后天呢，可能你会经过医美，或是整形，或者是像这种化妆的方式，会去改变一下你的这个面相的五官。好，那当然这个都是一个改变的方法。但我认为，哈，其实面相呢，有一句话。大家常听到的相由心生、哦、你的心理的状态也会影响你面向五官给人的一个直觉的感受、哦、跟你散发出来的。所以呢，当然你说啊，外表打扮得很美很帅气，但是你的心理跟不上也会很可惜哦。所以我们讲哦，我们要外在跟心呢要相连相通的。所以我相信啊，最自然最不用花钱的美容就是我们的心、哦、修得好是很重要的、哦、当然这个呢是老生常谈，但是它很重要。来，那这个呢面相的基本、哦、12个宫位代表呢面相的基本格局，你要先了解、哦、当然我没有办法把今天没有办法把每个格局呢都跟你讲得很仔细、哦、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是呢你要先了解我们的12个当中，快速的跟大家讲天庭、哦、眉毛就额头啦，额头，然后呢眉毛、哦、鼻子，还有我们的法令这个地方，还有我们的嘴巴，然后下巴、哦、脸颊面颊、哦、包含着颧骨的部分、哦、然后这个耳朵有没有好、哦、这些呢都是我们面相当中总共有12个宫位你可以去探讨。好，那每一个宫位呢当然就代表分别不同的运气、哦、好，那大家呢今天一起来集气、哦、我要好面相，我要好面相，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我要好面相、哦、好面相呢阿汤哥今天教你、哦、比较不花钱的方法我们当然可以靠修行的力量了、哦、但是呢我觉得修，但我相信你修行修得好呢，你的面相的这个和悦给人感觉很舒服的感受会有。但是呢，你说修得好的人呢，不可能让你的脸变得很小啊，然后眼睛变大，双眼皮变超深啊、嗯、其实美容归美容，好不好？我们当然就不要说，像我觉得啦，如果你去做一些医美美容，我是蛮赞成的，因为人爱美哦、欣赏美的事物是正常的、哦、但是、哦、我看过身边有些朋友、哦、明明呢做得很医美，但是都说哦没有没有，我就是养生、哦、我就觉得真的是太做作了、哦、不需要这样、哦、如果其实现在这种都是很发达的啦、哦、好，我怎么突然离题了呢、哦、总而言之呢，你要先了解面相的格局，就是讲12个宫位，好不好？好，那12个宫位当中呢，但第二部分看的就是气色很重要。好，第二个要讨论就是气色，因为气格局呢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刚第一个就是面相格局，面相格局呢会影响我们这一个人所展现出来的第一个情绪的表现，跟你对于可能赚钱、对于家庭、对于你养生等等等，对于做事业的这个观念跟想法，它都会从你的面相的12个宫位当中可以去显现出来的。好，那我们刚刚讲、哦、心，你的我们讲相由心生，你的心的展现、哦、跟你的面相的宫位它是可以互相去连结的。
好，所以你说啊，老师，我如果我去做一些医美啊，或者是整形手术啊，那跟我会不会改变我的内心的想法？好，我相信会的。好，其实有时候我们当然可以从一些外在的因素跟条件呢，去牵动你的内在。好，打个比方，如果我今天把自己弄得好看一点点，那我的心里是不是舒服了？那我舒服了，我自然我就会慢慢很多的看不开的事情，我想不开的事情，自然也会跟着去转换。好，我打个比方而已啦哈。当然，你自己本身能够改变多少，心的掌控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刚刚讲，你心理的状态会影响你面向12宫位的一个散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好，然后有它的形体，不是说所形体不是说它会眼睛突然会变成什么什么大什么大的双眼皮啊，不至于啦哈，就是说那一种感觉给人家的那一种样貌的形式，它会有一些改变的。好，我打个比方，当然我们人一定会随着年龄的地心年龄的影响跟地心引力的这种作用力的外在的条件呢，你可能人到了一种年纪，可能脸都开始下垂，有没有？哦，开始下垂啊，但是呢，你如果本身你自己所修的，你修得很好，我相信，纵使你的眼睛下垂了，哦，你的状态有点变了，但是呢，你会往好的方向去变，你不会变成是不好的那一种状态。好，当然我们今天呢会跟大家讲哈，招财的面相呢，就是要告诉你说，我们要如何把原本不好的，把它转变成是好的哈。好，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会比较细一点点，不是细一点，就是讲的会比较让大家介绍一下，你才会清楚说为什么阿汤哥今天要教你这样做，你才会明白。好，所以我前面呢都是在堆叠，告诉你说，一些观念你要了解，所以今天。你要稍微一点耐心哈，但是我也会重点的，赶快快速的讲解好。好，我要好面相哈，大家赶快公开分享喽。OK，那跟大家讲，就是影响我们面相当中呢，当有些人会觉得说，老师，我呢可能也没有什么金钱去做医美，我也没有怎么样，我没有办法去改变我的面相，可是我就觉得我自己的运气不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好，我觉得跟大家讲哈。医不医美，跟爱不爱漂亮，这个跟你的财运呢，当然没有直接的相关系。但是我们可以先从我们的面相当中会影响你财运的几个面相呢，你可以去打理好哈。首先，如果你要让你的运气变好，你要你的财运变好，你要记得把你的这个天庭的位置跟你的命宫的这个地方。要打理好跟修好，哦，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我们讲赚钱还是要看福报，对不对？那什么叫福报呢？福报当然就是你可以透过一些行善布施啊，哦，或者是去做一些好事情呢，哦，多说好话等等的去累积你的福德嘛。但是呢，我们从面相当中，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的运气呢，没有这么好的情况下，好，我建议大家，你就不要看桃看命。好，就是如果你要有好的财运，我觉得赚钱的机会很重要。那赚钱的机会从哪里看呢？就从你的额头的面相来看。好，我觉得通常在面相学来讲，哦，你的额头比较饱满，你比较光泽，有光泽。好。那像这样的比较饱满的额头呢，它对于这种长辈哦，或是对外的关系、大环境的机会，通常会比别人多哦。当然，我们一直都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相不单论。但是，我们要把几个好的，你要先把它认识一下，然后你拼拼凑凑在一起呢，你就会跟是财神有缘的哦，也是自带招财体质的面相哈，安利五条盖哈，为什么我觉得我好热哦？应该是我穿外套的关系嘛。可是我现在突然流汗，又不能脱外套，好，没关系。如果你看到我在流汗了，请你忽略哈。好，来，如果呢你自己呢，哈，这个额头这个地方，当你觉得自己最近的运气不是很好的时候，你不要去
盖住你的额头，你反而呢是要让你的额头呢多多的露出来去晒太阳，不管男生或女生，齁，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呢额头代表你先天这一辈子的先天的福德，齁，福报的展现。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说是一个机会的来源，所以呢你把这个额头呢经常的把它露出来，齁，然后晒晒太阳。那这样子的话呢，我相信，哦，当你人我们人的运气有高有低嘛，那你运气走低的时候呢，你的额头露出来的展现出来，哦，多多晒太阳的话，接收一点阳气呢，那你的这个可能找工作或赚钱的机会呢，一定会比一般人多很多。哦，有时候你看到一个人呢，看头看面，那你又如果他本身好，哦，看起来呢又不是长得很有精神的样子，你就会觉得他这个人的状态就是有点没精神，很萎靡，对不对？哦，所以呢我觉得最基本的，你想要做事业，你想要赚钱，额头一定要经常的露出来。当然你不一定要梳得很高啦，哦，像我本身我也因为我有时候会因为造型的关系我会有一点刘海，哦，当然我也有剪过这种，哦，这种就是锅盖头那一种的，那是因为呢我本身我的额头算蛮高的。那你说额头怎么看高或低呢？再跟大家讲解一遍，拿出你的手指头，哦，像我的额头呢就有四根手指头，哦，从我的这个眉毛开始，哦，有四根手指头这么的高，哦，当然也有人到五根手指头的，哦，五根手指头呢应该是清朝人了，好不好？已经到这边了，哦，当然如果说有些人是因为年纪的关系呢，诶，可能发际线有稍微往后，哦，那当然就是你的额头也会顺势的比较开一点点，哦，但这个就跟你年纪没有，就是要看你就是还没有头发变少之前的先天的额头的状态啦，哦，那这样的测量可以理解吗？就是四根手指头，我是四根啦，啊，齁，那有可能你是三根。那通常男生呢齁要三根半到四根，齁，最好是四根手指头呢是为最好的，齁，女生就是三根，如果或三根半，那如果女生超过四根以上就太多了，哦，可能会有一些女汉子的现象啊，个性比较强啊，哦，等等的，或是事业心比较重啊，比较霸气啊，哦，那男生的话呢额头尽可能不要太窄。那如果你说老师我是男生可是我的额头比较偏窄的话怎么办呢？那你就更不可以盖住你的额头，你就平常要把你的额头打开 open，好不好？那女生如果额头真的比较高的话呢，当然就建议，哦，就是可以呢，欸，稍微留一点刘海，哦，把这个额头的气势呢把它给这个稍微遮挡一下下，哦，因为女生的额头越高，哦，代表说她个性呢也会比较强一点点，哦，那因为以前其实也算比较有才华啦，哦，但是以前呢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是古时候的面相，哦，以及古时候的这种观念的说法，哦，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呢来讲呢，我认为女生呢有才能有才德是好事情，哦，因为我觉得在现在呢的社会当中我们就是要两性要平权，哦，当然有可能先天的可能生理构造啊或是一些传统的观念的情况下或许还没有到完全100%的两性平权，但是我觉得女生经济自主是很重要的，哦，这是我虽然我身为男生但是我还是要帮女性朋友来说话的，哦，因为真的靠山都会倒了更何况靠人，对不对？哦，人其实总是有可能会变心的嘛，因为人生无常，所以呢女生还是要懂得照顾自己。所以现在的社会当中，哦，我觉得女性的额头很高，哦，她虽然会比较霸气，但是我觉得啦如果你了解说可能你的个性刚好也比较强，那在婚姻的过程当中那你就要适时的去以柔克刚，哦，而不是硬碰硬，那夫妻之间呢才会比较和谐一点点，哦，那女生额头高也代表比较挑战传统，
这样子。当然男女都可以这样看了、啊、哈，男女都可以这样看。所以呢，额头呢代表你的先天的思考的这个能力，哈、哦，跟你现世的福德，这样可以理解吗？哦，很多人都说刚好四根，还有超过四根的是。好啦，齁，总而言之，你不要拿别人的手指头来量哦，你要用自己的手指头去量，好不好？才会准齁。因为呢，面相是你自己的。如果你今天找一个甜不辣手来量的话呢，你可能额头没有那么高。你要用自己的手指头量比较准齁。好，所以呢，额头看这边，然后命宫的部分齁。所以呢，我们刚刚讲，如果你要跟财神有缘分，你要有这个财运呢，你首先呢，你的额头，哦，尤其当你觉得最近运气很卡的话，额头不可以是盖起来的，多把它打开晒太阳，因为呢，额头也会影响到你的命宫的思想。有时候当我们的想法哦不通的时候，我们的人呢就会怎么样，愁眉苦脸，你就会很忧郁。所以呢，运气不好的时候呢，看这个地方最准确，哦，就看命宫。命宫代表印堂，哦，印堂呢，但不要发黑，也不要灰灰的，哦，你一定要有光泽，也要有弹性。你的印堂呢，也不要有什么两条线，哦，最近大家，哦，自己在做快筛的时候也很怕两条线，对不对？对，不要两条线，更不可以有三条线，好不好？就得呢，哦，三条线也不可以。好，哦，印堂呢这个地方，好，哦，尽可能把它保持的比较干净无瑕的状态，哈，哦。那什么情况下会有这个两条线或三条线？就是你经常的皱眉头，这样皱有没有？你经常皱眉头的人都会这样，好，哦，很多的线，哈，哦。那很多人都说，老师，我有些人在直播上有时候说，哎，老师你是不是有去做什么医美？哦，我真的到目前为止我还真的没有做过，哦，任何这个医美，哦，让我的这个皱纹弄掉的，哦，老了之后我不知道会不会去做用医美的方式把皱纹弄掉。但是为什么我比较没有这个皱纹，是因为我通常比较不会有这种表情纹，哦，我顶多会这样抬头，哦，但是呢我不经常这样子做，所以呢你就不会有这些纹路出现。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呢这个命宫的地方常常有这个纹路的两条线啊三条线啊，如果你有皱眉头的这种习惯呢，哦，也拜托你，你要改变这一个不好的习惯，哦，因为呢我们常讲，哦，你的既然你要好运气，你的额头要露出来晒太阳之外，你的这个地方也要保持是明亮的干净的。那如果你的线越多，哦，我们简单的讲，你的官非也会越多，也会影响你感情的状态，哦，更会让你呢这个破财的问题也会比较大。所以命宫影响了很多的层面，哦，所以这个地方，哦，通常有这个什么两条线三条线的啊，哦，什么八字纹啊，哦，玄真纹啊，都不是很理想。玄真纹是一条线啦，啊，但反正有线都不是很好，好不好？更何况是两条三条，齁，还有人长横的，齁，反正呢都尽可能这边，假设如果你真的有这个线，短期内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你表情的习惯，那我觉得你当然可以找一些比较专业你信任的医美的医生，可能借由一些打那个什么肉毒的方式啊，哦，把它弄一下，稍微弄一下也是很好的，哦，那你再配合你自己的习惯，不要一直去皱眉头，那我相信你的面相，哦，这个运气一定会改变，这样可以理解吗？哦，所以呢招财当中呢第一个很重要就是额头，额头代表你赚钱的机会，哦，所以没事你要把它打开晒太阳，哦，或者是呢运气不好你更要把刘海翻开，哦，把它露出额头的造型，那你整个人都会比较神清气爽一点，哦，然后还有你的印堂呢，印堂代表什么呢？代表你这一个人在赚钱的路上有没有很多的障碍，哦，因为呢这叫命宫嘛，如果你的命宫这样脏脏的，或者是这样很多的线，代表说你这一生当中呢你赚钱障碍特别多，考验很多，有没有？很多人常常就说，哎，我哪他拍命啊，然后怎么这么累啦，齁，那你就看一下你是不是这个地方，
太多的纹路或是气色不好。好，那什么？那这个命宫的地方呢？怎么样的宽度才是最漂亮的？你的人生的格局才是最大的。好，通常这个命宫，阿汤哥之前有讲过哈，这个地方呢，两眉头之间叫做印堂。好，那印堂呢？印堂这个地方通常都要有一根半到两根手指头是最漂亮的，这样子有没有？两根，好不好？我们可以在这边，好，有两根手指头的宽度是最完美的，好，或者是一根半的宽度，一根手指头半的宽度是最就是最漂亮的。因为呢，这个命宫啊，它决定你人生的一个赚钱，或是你对很多事情看法的格局。如果你的格局不够宽，这一个，或是你常常很抑郁寡欢，好，对，就反正就不开心了哈。这个郁郁寡欢了哈，这个地方抑郁症哈，突然有点那个讲错了。哦，如果你常常闷闷不乐的人，这个地方呢，当然纹路很多线嘛，之外，你的命宫也会比较近一点，可能你只有一根手指头的宽度而已。代表就是说呢，一根手指头的宽度呢，代表说你比较容易呢，凡事都会先往负面的或是往坏的地方去想，然后脾气个性呢也比较急，这样子。那如果你这个地方比较宽的，例如说两根，或一根半，代表呢这样的人呢，比较懂得去转念，让你的人生呢的生活的格局跟态度呢会比较豁达一些些哦。好，所以这个地方哦，其实你要让它宽比较简单，就是呢你可以把那个杂毛或是眉毛呢把它修得宽一点点就可以了。但是呢也不可以太宽哦，太宽的话，有些人可能已经有两根半或是三根手指头这么宽的话，那真的也不 OK。 为什么？因为看得太开也不行，就变成什么差不多先生差不多小姐，有时候看得太开呢，那你的钱财呢也很有可能就是这样，大概大概，然后大概的情况下呢，你怎么造成负债的，你怎么破财的，你都不知道，这样理解吗？所以呢这个地方，命宫，你的赚钱的格局一定要有一定的宽度。所以你要有好的财运，除了这个要把额头打开，命宫也最起码要维持到一根半到两根手指头的宽度，你就会发现，你的赚钱的这个机会点跟你对于钱财的用钱的态度你会改变很多。怎么说呢？你宽度适中，你的钱财比较容易懂得去流通。有些人可能他看钱很重，他对很多事情太没有安全感，例如说眉头很近的人，他很多事情没有安全感，所以呢有时候该花钱的时候不花，然后呢不该花的时候呢可能看走眼了，或者对钱呢太过执着，他很容易因小失大。所以呢我们要先把格局，赚钱的格局宽度先培养好。好，这样有了解吗？ OK， 那再来呢，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还有命宫很重要的，因为赚钱的机会跟你赚钱的人生态度的格局。第三个呢，我认为它重要大过于其他的部位，其他十二个宫位当中的，就是我们的眉毛。我之前有讲过一个开运眉毛的特辑，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你可以回去再翻一下那个影片。眉毛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呢命宫当然是很重要，但是你的眉毛是你命宫的左右护法。我一开始有讲过了嘛，眉毛是你的交友宫，眉毛是你的兄弟姐妹宫。如果你自己今天你有很好的赚钱的宽度，赚钱的格局也很好，但是呢你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贵人，可能你是你的兄弟姐妹来帮你劫财，或是你交到坏朋友，然后呢可能你被倒债了等等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左右护法，假设你的命宫长得不漂亮，可是你的左右护法的眉毛长得很美，
它也会补足你命宫本命的不足。所以我之前讲过，眉毛呢是我自己认为在面相当中呢，它占的位置的比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好，那眉毛你要检查一下什么呢？就是你的眉毛哦，我先跟大家讲，眉毛就是不要太短。太短呢代表什么？你太急功好利，做事情呢你没有耐心。好，就是眉毛不能太短。那你会说，老师，眉毛怎么去看长跟短？好，那我再快速的复习一下。从你的眉头开始看哦，你看哦，你的眉毛，我们的眼睛的尾巴，这叫眼尾，对不对？你的眼尾呢稍微斜上去，这样斜上去，这样看有没有？好，你的眉毛，通常你的眉毛跟眼尾好有这样斜，这样对上去就算是及格的。那有些人的眉毛呢已经长过眼尾了，有没有？长过眼尾的眉毛呢，那就是真的超长的，好不好？好，但你要记得，我们宁可长也不要太短。那什么叫短呢？就是你的眉毛可能只有到可能你的眼尾的这个三分之二的地方，大概在这个位置。好，只有如果你只有这一半的话，一点点的眉毛，那就太短了。好，所以如果你的眉毛呢太短，哦，代表说你做很多事情呢是没有耐心，或者包含你在花钱的态度上也会比较很急，哦，然后就是急功好利，就是也没有太多的深思熟虑啊，去对理财的规划，哦，可能会乱花钱、乱散财，哦，甚至于交到不对的朋友，有没有？哦，就是反正的眉毛就是很重要的，这样可以理解吗？哦，那。另外呢，眉毛呢尽可能不要是逆长的。一般我们的眉毛是顺长嘛，由前往后这样长，哦，叫顺长。可是如果你的眉毛是逆生长的，哦，但现在很多人是喜欢什么野生眉，有没有？野生眉是一种化妆的方式，可能他喜欢那种野生眉竖起来的，或是故意把它弄逆长的。那如果你是天生是逆长的眉毛，代表呢你的性格比较容易叛逆。哦，什么意思？当别人跟你讲说啊，这个事情不要做，但你可能就会比较反骨一点点，你就会想要这样的去表达。哦，如果你是眉毛逆长的，然后你的耳朵呢刚好又是这种哦比较反骨型的，那我只能说你真的是先天很叛逆，然后脾气很不好。哦，如果你的小孩有这样的长相的话，那你真的要多多的耐心的去教他，好不好？所以呢，这个地方，哦，眉毛不可以是逆长的，这样可以理解吗？好，所以眉毛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呢，眉毛不要断。好，我们常讲呢，眉毛呢如果断的话呢，会造成什么呢？代表你的眉断、财断、福也断。好，所以眉毛尽可能不要有断眉。好，眉毛是交友宫嘛。哦，当然有些人可能是后天因为撞到啊、受伤啊，它会让他的眉毛有断掉的情况，哦，这个就会比较不好，这样理解吗？所以眉毛呢，它占的位置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哦，每一个人不管从古至今赚钱，哦，都是要人脉通钱脉的。都打个比方，你做生意要不要贵人帮忙？要，因为你有贵人，你的客人才会回流嘛，对不对？或是你贵人会互相的牵线，让你的生意越来越好。那如果你是在上班族，你需不需要贵人来帮助你？要嘛，你不要被你的小人去捅一刀嘛。所以这个都会影响你的赚钱的道路是不是平顺的，赚钱的格局，赚钱的道路，哦，就是你在赚钱的路上有没有发挥左右护法的功力，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呢，好，我们像你讲三个会影响你赚钱跟财神有没有缘分最重要的，你要改变它，哦，改变它你就会有好的财运，你可以试试看。第一个，你运气不好的时候，好，或是赚钱机会少的时候，你的额头绝对不能盖起来，你尽可能把它露出来晒太阳，你会发现机会变多。还有你的印堂要保持两指宽度，或是最起码一指半，所以你可以把眉头的杂毛修开。好，第三个就是眉毛一定要顺要长。好，那大家应该，我之前有讲过，我也很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我在眉毛当中呢，我都会每天的，好，我只要出门我都会
把眉毛呢稍微打理一下，我会把眉毛画一下。我之前有做过像雾眉啊等等的，可是雾眉或是那个什么，那叫做突然忘记了，反正以前有很多那种让眉毛可以补强的方法我都有去做，因为我自己呢很认为眉毛在面相当中是占了很重要的位置，所以呢我以前那些的做法我都有去做过，但是它就是有时候很容易掉色，那我也不想要一直再去用，因为会一直很会破坏到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的皮肤的那个有一点就是变得误了太多次，变得很敏感，所以我现在都没有再继续误了。但是呢你可以把你的眉形用好哦。那我这边快速的讲一下你的眉形呢要如何好，就首先你要把你的杂毛拔掉不是拔掉，把它修掉不能不要拔，要用修的。什么叫杂毛呢？我们的眉毛有没有，有时候你的眉毛会长到你的眼皮这个地方哦，眼皮代表什么？眼皮呢就是我们的田宅宫，对不对？好，那你的田宅宫这个地方如果有杂毛，它会影响你的财库的力量，就是你存钱的机会跟能力。所以如果你的这个杂毛长到眼皮的地方呢，你就用那个眉刀把它给弄掉，眉刀给弄掉，有没有？然后这个地方就会很开阔，田宅宫开阔，那你的这个财库机会就会多。然后呢买房子也会顺利，这样理解吗？所以田宅宫要保持开阔。好，那你会说老师，那我这样子田宅宫是不是就很开阔了？不需要这样，好吧，不用那么惊讶，你只要把杂毛修掉，你就会把这个田宅宫弄得比较开阔一点点。当然有些人是天生的眉压眼，那因为我每次出门的时候呢，我的眉毛我都会打理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的眉毛呢是比较属于眉清，讲自己眉清目秀好像有点不要脸，但是呢事实上也是这样了，没有，因为呢我的眉毛呢是比较没那么浓，但它偏短一点点，我的眉毛比较短，所以呢我通常我喜欢那种眉毛呢看起来比较有精神的状态，因为尤其像戴口罩啊，你露出眼睛跟眉毛是第一个直觉，第一个给人家感觉，所以呢眉毛通常你把它打理好呢，你就会感觉自己比较有精神一点点。那我在这边也提供我自己呢本身我怎么去打理我的眉毛。首先呢如果你自己眉毛有，我们先讲你有断掉或是比较短或者是有空缺的，那我就建议你呢你自己你可以去买任何一个眉笔都可以然后呢你在像我自己在画的时候呢这是我每天在用的眉笔，我就会先因为我已经画习惯了，所以我都会把我的眉毛呢就已经知道大家怎么去顺，然后直接补空缺。那如果是男生的朋友，你比较不懂得去画一个很漂亮的形状的眉毛的话，其实你就是在你的眉骨画眉毛呢一定要沿着你的眉骨去画，你不要画到这个地方来了因为你的眉毛没有长那么下面也不要画太高看起来会很惊讶所以你就是依照你的眉骨，你要先摸一下你的眉骨大概是凸起来的那个地方在哪边，你就沿着你的原本的眉形，然后不要太脱离眉骨太多的地方去画，那就会很自然然后你就是像我就是直接这样，有没有空缺，假设有空缺的地方我就稍微这样弄一下，但你下手不要太重，你就是要轻轻的这样撇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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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顺的这样子把它给涂满就可以了，涂满讲的好像有点很没有技巧的感觉对，你就是把它给补空缺啦，涂满，对，没有错，只是这个名词听起来没有那么的优雅就是把它空缺弄好弄好的话呢，你如果你自己本身已经画得很熟练了，你就依照你眉毛的形去勾一个形出来像我们眉毛这个地方有一个眉峰就是山顶的地方，有没有？这个地方呢代表你什么？代表就是你的一个名气的展现。有时候你想要做事情有一个很好的口碑，你想要给人家一个好的印象，那我觉得不管男生女生呢，这个眉峰啊要稍微把它画出来一点点，但是你不需要画得很像蜡笔小新这么的
夸张，哦，这么的三角，所以你可以这样做，哦，所以你把眉毛呢，最起码你把断的地方或空缺的地方补齐，然后呢，画的长度呢，就是这个眼尾的这样上去的，这样斜斜的，大概眉尾收到这个地方就好了，好，哦，你不要画的太夸张，哦，不用画到这边来，不需要了，哦，就这样就其实看起来就会很眉清目秀了，哦，就会很好看，哦，所以赚钱来讲话呢，就是看你自己的这个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眉毛的部分，因为这是交友工，哦，那因为我之前呢有介绍过我自己在跟团队研发这个开运的眉笔，我都每天用这个画，哦，那今天你有公开，我忘记送礼物了哈，你有公开分享的话呢，阿汤哥送出抽出五组哈开运眉笔给大家，好不好？那这个之前我跟大家介绍过，我就不再介绍了哈。这个很好用的，你都可以这样用哈。公开分享今天抽五组，很大方吧？五组哦哈，因为现在是全新到货哈，好不好？因为之前呢，阿汤哥在讲的时候，真的第一批的那个眉笔，很多人一直在回购，非常的。我也觉得很惊讶，因为大家觉得太好用了。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反正眉毛呢要顾好，按照我的要盖吧哈，运气就会好。好，那第四个呢？眉毛第三个，第四个什么？你的嘴巴。那你会说，老师，第四个应该是鼻子啊，怎么是嘴巴呢？哦，嘴巴很重要，因为呢，嘴巴管得好，你的运势没烦恼哈。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要。要多修口德嘛，哦，这是最基本的。还有呢，嘴巴呢影响什么？就是你不要常常呢就是这样不笑愁眉苦脸，你要笑，要笑，哦，因为嘴巴是我们刚刚讲，它是一个你的权力还有你的这个展现欲望的力量，所以如果你的这个嘴巴呢经常微笑的时候，我们人的气场也会往上扬，所以我们人的气场往上扬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嘴巴越大，有一句话说，哦，跨嘴假戏轰，就是跨嘴就是嘴巴大一点的，哦，你在四方东南西北你都很吃得开，哦，代表什么？代表你的人缘会好，哦，然后你的机会也会很多，所以嘴巴一定要经常的微笑，好不好？让它呢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帮你聚财招财的聚宝盆。所以你看哦，有时候为什么嘴巴很重要？是因为我刚刚讲鼻头是赚钱的能力，鼻翼是存钱的能力。可是当你的鼻子不够大的时候，我们借由嘴巴的宽度去包住你两个鼻翼，把你的钱财包住，那你的赚钱多，你也会守住钱。哦，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有些人哈，哦，他鼻子长得很漂亮，鼻子很大，可是嘴巴很小，那你就会发现呢，他就有时候会比较眼高手低，哦，赚钱呢或是他很有个性，他不愿意屈就，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说，诶，其实鼻子呢有一点肉，可是又不是长得很大，但他的嘴巴特别大，诶，这样的人诶还蛮会赚钱的呢，哦，有发现吗？哦，所以呢第五个就是，哦，你要嘴第四个就是嘴巴一定要常常的笑，哦，你的气场上扬，你的赚钱的能力还有呢你走到哪里呢都无往不利，哦，都会非常非常的吃得开，哦，因为嘴巴是口福之心嘛，所以一定要常笑，好不好？伸手不打笑脸人，哦，所以你情绪低落的时候呢，然后你就照着镜子，好，面对自己，然后微笑一下，哦，微笑你就可以增加你的好运气，其实很简单的，哦，所以你看你的额头打开，印堂修宽一点点，哦，最宽就两指宽，然后呢眉毛把它打理顺一点，画顺一点，然后你的嘴巴呢经常微笑，哦，你把这四个大的重点打造好，我相信你近期的运气也会跟着上扬，好吧？所以我们面向学来讲，嘴巴呢都，就是爱零角嘴，零角嘴，零角嘴就是你的嘴角都是随时保持上扬的状态，好，这个零角嘴，这样理解吗？好，那今天呢当然是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你要跟财神有缘，首先呢你自己要有好的运气，好，打造好的财运。那今天呢尽可能讲的比较清楚一点点，让你知道
这样可以理解吗？好，那鼻子当然蒜头鼻当然很好哈。美秀说蒜头鼻哈真的很棒。有人说不要大嘴巴哈，嘴巴大一点不会，我觉得蛮好看的哈。嘴巴一定要大哈，而且嘴唇一定要有肉，这样理解吗？好，所以嘴唇其实你可以女生可以擦，而嘴唇哈尽可能就是不要太干燥，哦，多喝水补充水分，哦，保持它的光泽度。好，这也是一种开运的方法，哦，然后经常微笑，哦，那女生的话可以擦一点口红，让你的唇彩呢看起来就比较有气色。但是因为现在都戴口罩了哈，所以你可能不会擦口红了，哦，但是呢你戴口罩的时候呢露出来的就是你的眼睛跟眉毛，所以眉毛一定要打造的好一点点，好不好？好，那开运眉笔呢，哦，跟大家宣传一下哦，在明天，哦，的晚上大概我会再跟大家宣告一下，哦，因为呢我们这一次有少量到货，所以你要补货的朋友明天会在某某呢跟大家推荐，好不好？所以要补货的朋友你真的可以好好的去用一下。那为什么很多人说是为什么你的眉笔就是开运的眉笔呢，哦，啊，这个不是乱讲的啦，哦，这个有时候一定要老王卖瓜一下，哦，就是呢很多的开架式的眉笔都很好用，哦，但是呢为什么它可以开运，就是里面有五宝草，哦，就是真的是精心研发耗时了2年的时间。因为我自己本身对眉毛的要求还蛮高的，然后呢我自己也会画眉毛，所以呢我自己在跟团队在就是研究这个用五宝草的方式呢，把这个五宝草的精油，哦，然后成分呢结合在这个眉笔里面。所以为什么它回购率很高，就是很多人用了之后，哦，他发现真的除晦气了。因为五宝草就是除晦，我们要把我们脸上尤其眉毛的晦气要先去除，你的好运气就会来，哦。当然呢画眉毛的技巧，哦，你可以回去看阿汤哥之前有教大家怎么去做，哦，所以呢你要补货的朋友，哦，你要新结缘的朋友明天不要错过了，好不好？因为呢很重要，哦，来宣传一下，哦，来工商服务一下时间，哦，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把握一下，哦，因为眉笔呢在之前2-3个月之前我跟大家推出，但是中间一直在缺货，哦，为什么缺货？就是少量到货啦，因为现在原物料都大缺，那现在有好不容易有一个量呢，刚好电视台的要求默默的要求希望我们再做一次，哦，因为会员大家的反应都很好，所以包含我们自己门市也很多人在等待跟回购，哦，所以有想要结缘这个真的是正宗的开运眉笔，好不好？因为没有五宝草，好，那当然你这次有3个刷头，哦，都我先宣传一下，哦，有这样的，我自己最常用的是这个，哦，这就是把你的眉毛呢，哦，有杂毛的或是有卡卡的逆生长的把它先刷顺，哦，或是你在那个我通常用这支用的比例很高，我画了之后就用这个把它刷匀，哦，这个是蛮百搭的，哦，这个是这种笔头是最好用的，很百搭。然后呢如果你是要这个让你的这个填补一下你的这个空缺呢，这种的眉头这种眉笔是好用的，它是有填补的作用，哦，也是很方便。然后呢这个呢就是你可以这样刷，哦，除了刷顺之外呢你可以把一些你可能画出来的画不好的你把它刷开刷掉就可以了，哦，所以这3个不同的眉头呢眉笔的头都有不同的功用啦，哦，功能性，哦，所以要补货的朋友是可以的。海外的朋友要结缘要私讯小编哦，真的如果你有买过的朋友，哦，我相信你可以分享，真的是好用。有用过的朋友你可以留言好用，好吧，这真的蛮好用的，哦，然后呢这样会不会有点像自己在那边自己夸奖自己的设计，哦，好，然后它有3种颜色，哦，所以它都是非常符合我们亚洲人的眉形的颜色，男生女生都可以用，哦，所以有3款，哦，这个都是一并的。然后有没有还有我自己的落款，哦，怎么不见了我的这边，哦，有我的签名的落款，然后上面呢还有很精心
设计的这个有没有除障的五宝草，还有这个佛法僧的吉祥鸟。其实我们在团队在研发呢，包含这个选材设计、哦、都非常的用心、哦、真的我相信收到的朋友呢都会很喜欢的、哦、这个真的是很多不管男生女生呢回购率真的很高，所以要补货的朋友就明天咯，好不好？那错过就不知道等多久了，要跟大家先说一下好吗？好，明天我会在直播提醒大家，这样可以理解吗？那马来西亚朋友要请的朋友或海外的朋友要请购的，你就直接私讯小编就可以了，私讯小编。好，有人说我很有才的，谢谢大家哦，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喜欢，所以像我自己有时候去外面买品牌的，我个人用过很好用的品牌是植村秀，我觉得植村秀的眉笔画起来是很自然的哦。其实我以前都是最常用的就是植村秀，然后的眉笔啦哈、哦，几号我有点忘记了，要看一下。然后但是呢，因为毕竟哈、哦、品牌的眉笔都真的是哎不是很便宜，对不对？那当然呢，自己有能力去跟团队研发的时候呢，我就自己哦，我的起心动念就是我自己想要用便宜。这样会不会太粗俗了？没有没有，最主要呢是结合一点命理的元素，然后自己这样用、啊、没想到我们在自己在用的时候呢也跟自己用了，然后我之前也分享过几个身边的认识的彩妆师的朋友、哦、还有化妆师、哦、就送给他们用，然后他们在帮客人画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把这五宝草放进去，我都没有跟他讲说这是什么，只是问他说好不好用，然后他们说哎很好用，然后画起来也很顺手，颜色也很自然，然后客户也都很喜欢。然后后来呢他有跟我分享说，他在帮客人画的时候呢，原本这个客人呢他中间都没有回去找他了，然后有一次呢，可能真的是因为有一些贵妇他们都出席一些就是品牌活动的时候呢，他们都会一定会找化妆师，然后他就跟我分享说这个贵妇朋友呢客户已经有一阵子都没有找他了、哦、因为我这个朋友的价格比较高，对，那有时候贵妇想要省钱嘛、哦、不是他画不好、哦、是因为真的他的价格比较高，因为他比较有名，然后呢那有一天贵妇朋友回来找他了请他画，然后他就用这个帮他画，然后贵妇其实还蛮满意的。后来呢他连续找他两次，然后现在又一直在请他帮忙画、哦、就是一直打电话叫他预约他，然后那个贵妇就跟他分享说，他说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给你画完这个妆之后呢，他觉得他自己的运气变好，他只要每次有约他画完妆，他所出席的场合运气都有变好、哦、这个是我的彩妆师不是彩妆师的朋友跟我分享的这个一个经验、哦、那我就跟他说嗯，我相信运气一定会好、哦、因为你帮他除晦气了、哦、因为里面有五宝草。好啦，当然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故事的分享，但是是真实的故事、哦、我觉得也蛮有趣的。我相信只要你的心态好、哦、你的观念转变了，你的运气也会转好，这样可以理解吗、哦、好，好运门市有卖，好运门市有卖、哦、当然明天呢我会在电视台跟大家推荐哈，那我会直播再跟大家提醒一下，这样好吗？好，所以呢，明天要补货的、要新结缘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好不好？大概明天晚上吧，我会再直播哈，再跟大家讲。好，提醒大家，感恩大家，祝福大家，听我工商服务哈，最后的工商服务跟宣传。那今天跟大家讲这个打造。哦、好的气色你要记得要把它记下来、哦、额头命宫印堂的部分还有眉毛的部分、哦、还有我们的嘴巴笑口常开四个步骤做得好相信财运没烦恼哦。好，那今天的直播先到这边了，祝福大家感恩大家咯，我们晚安了，明天见啦，拜拜。